跳多久？跳多久？小东西，跳多久？你这太用力了！跳多久？太用力！刚刚不是这样子的。给我！你根本是往死里打，你是哎，这样子。那时候我在家里独自研发一种新的打法，怎么说？不痛又有效果。不要扯这些东西，不要扯这些。听一下这个潺潺的流水声，这时候应该放一个音乐叫《流水年华》。年花似水，不要唱会不会扣钱？接下来这边干嘛？约炮。あなたとのサイクリングは良いよいいです。美しい景色を見てます。実際最も美しい景色。あなたの優しい髪。風がゆっくりと吹く。頼りゆっくりと吹い。香りはどこから来ますか。それは幸せの方向ですが。约炮汤，约炮汤，约谁？是不是谢坤达？玛利亚桑，玛利亚桑，あの今日あのちょっと嬉しいな俺。嗯，一起泡汤。今天这个汤呢，叫做男女共混汤。男女共混汤。对，因为台湾人比较保守一点，一般来讲，就泡汤的时候，如果说是混浴的时候。他很可能就是要穿上游泳装，对对对。日本的温泉，你问他就知道，日本泡温泉是不可以穿泳衣的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毛巾也不可以，都不可以，对，全部要你先遮起来，然后进去就不行，然后再不行啊。我想泡汤真的很好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从不运动，他每一天都泡汤，大概泡个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，他所有的检查，他很胖，通通是正常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因为你有温泉的味道了，有已经有味道了，有味道了吗？还是卡丁去的时候呢？这边是金山，然后这里是旧金山 ，San Francisco， Flamingo San Francisco， 不要混淆它 ，Flamingo，Flamingo，Flamingo，OK，、okay. okay, 跟头不要再玩了啦，好了，好了，那我们鱼泡汤了，对啊。前面池很小，怕你，我怕你小啊，怕你觉得不舒服啊。小，然后我跟你讲，妈呀，反正都在前头这样。妈呀！看看这个风景，泡泡这个汤，有比日本差吗？完全没有比日本差。你看看这个风景，然后排哥这样男子汉的背在那边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冷池下去马上进热池，这才叫三温暖。你要试一下吗？哦，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有温度对不对？慢点，慢点，抬个慢点，慢点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站过去以后呢，再回来。
地方上来以后像热，对不对？马上汗就出来了，那汗都给它憋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憋明白嘞。我跟你讲，真的要常常泡温泉。台湾有这么好的温泉的地方，大家不泡温泉是很奇怪，真的。我们千里迢迢跑到箱根去泡温泉，为什么不在金山就来泡温泉？我们的温泉多到火山都快爆发了，你还不来？这个冬天我们可以有一句 slogan 叫做“约炮救金山”。马里亚桑，还得还得哦。哎呀！哎，你泡完了吗？泡完了。そうですね。バレンタインの池はどうですか？バレンタインの池。そうです。没有什么バレンタインの池。没有吗？情人，情人，情人，我认为情人节很愉快。你们两个没有泡？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泡。啊，请看一下因此的画面。你们泡没有拍吗？不拍。有泡是？不拍吗？台日两地友好时，离很远。不拍情人节，不用拍，不拍一整画面，不用。情人来这边泡汤，可以增加我们的生育率，也是一件美事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听说情人来泡汤，对不对？我会生女儿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水太热，有一些兄弟兄们会啊，阵容就不一样。再热不一样，好热啊，好热，冲啊！等，这样还可以。不要再扯这些了。你该吃饭了，该吃饭。哎，肚子饿了是不是？因为泡完汤以后，它会特别的新陈代谢会快一点。今天政府自路派一个过来盯我们的，加起来。这个交通部派来的啦。OK。怕我们乱讲话，来盯我们。没有。爱丽丝，我听说那附近有一个什么狮头山，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对。走到底有个无敌海景的，无敌海景的竹台双屿，适合穷。竹台什么？竹台双屿。竹台双屿哦 ，OK， 就那边有两根竹台了。然后讲中文跟日文双屿。对，竹台双屿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比方说你。会个屁！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去金山老街。好了，泡完温泉，台哥带玛利亚来逛老街。嗨，因为这边其实拍过，大概从清朝时代就已经来拍过了，大概几次？大概来拍了有20000次这样。但是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一再的介绍呢？为什么呢？要唤起大家的记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很久没去金山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要来看一看，是这样子。情岛趣的活动，只要前往情岛图上的指定地点，在现场开启手机定位侦测并抓取附近出现的欧熊，就能得到金币，金币可以拿来抽好康，还有机会得到大奖 iPhone 11哦。活动自即日起至6月30日止，有长达半年多的时间，还不赶快去参加？其实我们台湾就是应该要一直在追寻配套整套，对，是不是19个地方去玩10个地方，老皮退掉以后就 OK 了，最后还可以可能有机会拿到 iPhone 11。所以现在这个老街现在游客还蛮多，对。那我们现在东南亚的客人很多，对。现在其实政府有一些配套措施，我看一下。很期待的，没错。好的，那先不要这么兴奋，来。什么？你在测光啊？走了。
刚这是巴利亚刚吃过了，你刚刚往那边瞄，没有想到我们是这我们的人是从这边过来的。麦队长他很想吃菜波蜜，我介绍给他吃，然后他呢真的吃不下，说他被那些菜吃呢，菜市场的地方吃到，那就了哟。哎，没有，这个不是普通的菜波蜜，这个表这断口上全部抹上了来自日本神奈川县的青春露。好吃吗？有甜有香甜吗？对。我现在吃的就变成我吃你的嘉陵露有什么用？这边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吗？泡完温泉，逛完老街，接下来要办点正事，我们要去龟吼渔港。去嘉义吃那个尾鱼好吃吗？跟你们说一个日本，只要日本人吃到真的好吃的东西，就会说ヤバイ。ヤバイ是馋的的意思，馋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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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ヤバイ的中文就是我们台语讲的馋的。这下面有细啊细啊细啊，糟了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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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概是这样。言葉にならない美味しさ。そうです。尾鱼蛋。蛋。蛋，蛋，鲑鱼的蛋，鲑鱼的蛋，蛋，蛋，蛋的。他讲另外一个卵，卵，鲑鱼卵，鲑鱼卵，对，台哥的卵，台哥的卵，哪没来过？下一次我们日语教室要教的是台哥的卵蛋，敬请期待。打妹！兄弟们，这个螃蟹是真的不错，它感觉前一秒是活的，所以它的那个饱满度，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是没有冷冻的，因为冷冻过了之后会因为消瘦，肉会比壳小一圈。我好像来台湾之后，在台湾第一次看到海边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告诉你，不是真的，因为我们一日邮差发你来的时候，你就站在海边。他应该跟我在一起久了以后，有时候也会有健忘症哎，他没有想到我反应这么快的。其实你在讲的时候，我在想他讲的可能是对的，却没有想到你也在那里。而且我也忘记有跟他有拍过。哇，死龟！哇，死龟！他跟你直接爽吃了，不管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台哥，你一定要吃那个，因为那个是蛋白，把那种黄交给我，你吃蛋白。这一只三千三。哦，是哦。你可以吃。誕生日いただきます。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。おおおお、あっこ。おしつ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现在下午三点，万里蟹刻完了，是刻完了。现在要做一个运动，对啊，跟金山很有关系。我们现在要去泡温泉，所以我们的行程就是泡汤吃吃泡汤泡汤吃泡汤。现在要出发了吗？出发。那我们现在去泡温泉，先聊。
早上我们去了一个可以看到海景的温泉的，听说这边的泉质强到一个爆炸。今天这边绝对是全海景的温泉。今天要让你们体验一下什么叫台湾的高级温泉。真的高级中的高级，因为它那是海中之泉。海からの温泉。真的是，而且像你这种年纪，一天可以约泡两次不容易。约泡两次，对啊。是芙蓉大饭店。吉祥物。吉祥物。我叫啊。温温。我都看到啊。温温。温温。我看到了，这是灰头土脸的泱泱，泱泱，这里感觉上就是像很像那种日本的感觉，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很干净，很漂亮。然后我刚刚去看的那个简介有没有？哦，原来我们这边有这么多玩的地方。我以前来这里，我只知道去溶洞潜水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出发。我问你会一起跟我们泡吗？等一下，我没有看到你就完了。好了，泡温泉，好，出发，谢谢了，来，谢谢。抖一下给我们看一下。开始温泉在另外一边呢。这玩多久啊？口气还一路的。太久了。哎，一出温泉就有三台对着自己，是他自己拍的拳击，看起来，信不信女汤我敢进去，信不信？我不信。哎，只有那台可以的。男的啊，女汤。哪里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穿浴衣。为什么都没有穿？他有。In the sky, I'm not there. 好了好了，那我们去泡汤了。泡汤。哎，一下你。你这里。加油。等中午的吗？
们其实已经分不清是中午还是上午。到底是？我们一整天都在吃。我们台湾有这么好的旅游资源，我们应该要很深度的去推广。所以其实你看，我们有这么好的佳肴，有这么好的环境，今天我们到了好几个景点都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包含这个饭店也这么棒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居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海底温泉，然后它还有很多的设备，让人家觉得很贴心。所以我希望要有很多的来客量，借由你，借由玛丽亚，不只是推给全台湾的观众知道，希望日韩的游客，对，可以了解到马来西亚的游客，哦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大马、新加坡的，知道说台湾的原来温泉实力这么强，太强了。秋冬旅游可以把台湾列为首选。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每天车水马龙才对，希望大家这个多多旅游，带动我们国内啊旅游的风气。好了，大家吃饭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From unknown brand and made. There's gonna be a lot of stops and starts, both good and bad mistakes.